什么情况？说。对不起啊，柯弟兄，昨天晚上我跟你说谎了。其实，帝师冰川汤思远要的，远远不仅是碧毡。 今天上午在中诺广场，你给我们上了第一课，现在还有时间，给大家再讲讲吧。是啊，苏教官，你给咱们讲讲吧。是啊，苏教官，跟我们说说，给我们讲讲吧。大家还想听什么呀？那就先从了解敌人开始吧。 我记得在英公馆布置安保的时候，你说过，水母组行动有三大原则：第一条是没有水泄不通的防卫，只有没被发现的破绽。这是行动前的观察。那第二条呢？第二条原则：预设撤离路线，任务完成立即消失。水母组会在每次行动之前，详细预设出两条安全的撤离路线。 第一条为主，第二条备用，而且他们会提前收拾好装备，摧毁掉所有他们在这个城市每个落脚点留下的一切痕迹。一旦任务完成，第一时间撤离这个城市，绝对不会给对手留下围堵追查的机会。一旦得手，撤离的一点痕迹都不留，就像他们根本没有在这儿存在过一样。是的。那第三条呢？第三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 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如果有队员受伤，也不能互相救援。咱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因为暗杀者执行任务一定是在对方的地盘上，对方的兵力一定远远超过暗杀者，而且伤员行动不便，如果救助他们，会大大的影响战斗力，所以伤员只能自生自灭。 不可以互相帮助。冷血，就是啊，太没人性了。要换成咱们队伍，别说自己人了，就算是老百姓，咱们也得豁出命去救，不是？对。那这条原则，水母组的人真的没人违反吗？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就为了这个，值得把命搭上吗？值不值得，也不是你说了算。我告诉你，苏万千，你的命只有我能做主。苏教官，没有。 侯阳，有，你俩进来一下。是。实在对不起。 如果不是别人先有预约，我一定先把您的样品赶制出来。没事，做生意嘛，总要有先来后到的。那我就等明天了。再见，再见。叫你们两个来，是因为现在的事态与专案组反暗杀工作直接相关。
经师长批准，同意让你们了解有关情况，共同商讨应对的措施。下面你们将听到的事关前线我军战局，重大变化。明白。明白。建叔，时间紧迫，开门见山吧。好的。一周前，我赴两湖地区筹粮集结，国民党第十兵团司令唐思远。 通过少将高参、庄廷凤找到了我，表达了要率部起义的意愿。第十兵团，10万大军，这太好了。但是实现起来并不简单。10万大军改旗易帜，这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第十兵团内部情况非常复杂，派系林立，主要分成为三个派别。 唐思远实际控制的只有两个地方保安师改编成了杂牌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二是蒋介石空降到第十兵团，用于监视这支部队的嫡系，目前由参谋长钱觉和第十五军张副军长为首。而兵团真正的主力，则是由同盟会元老廖远峰、秦鹤年自辛亥革命期间创立的楚军。 兵力不仅占整个兵团八成以上，更是几十年赫赫有名的百战雄师。所以，楚军有实力，蒋的嫡系有背景，谁都不服谁。蒋介石又趁机把唐思远这个只有老资历、没有真实力的杂牌子弄到第十兵团来当这个司令。明面上说是论资排辈，可实际上，唐思远根本指挥不动这支部队。 部队没有凝聚力，那只能任由老蒋拿捏着。哎呀，这个老蒋啊，就喜欢把人分个三六九等，难怪呀，几百万的大军败得一败涂地。殷先生，也就是说，如果唐思远决定起义，不仅要提防第十兵团里面蒋的嫡系，更重要的是，要争取楚军的支持。 是的，我这次回松江，就是受唐思远所托，来争取老帅秦鹤年的，因为老帅才是楚军真正的创立者。楚军现任的所有将领，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跟着老帅鞍前马后打出来的旧部，尤其是战斗力最强的第八军，现任军长廖杰，就是廖远峰的遗腹子，更是老帅一手抚养长大的。 在楚军中，也是赫赫有名的悍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老帅，把廖杰争取过来，那么第十兵团的起义就有基础了。原来您急于找秦老先生，是为了这么重要的使命。那这个情况，您这次回松江的时候，为什么不早说呢？是这样，这个唐司令啊，是打着如意算盘。 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现在解放大军席卷南下，国民党眼看就要完蛋了，他当然想替自己谋个后路啊。但是他又怕自己的两个杂牌师起义换不来足够好的条件，所以在我临出门之前，他专门设立的条件：除非先争取到老帅的支持，促成整个兵团起义，并由此在共产党这边。 为他自己交换到不低于原来的官职，那他才肯干。原来如此。唐思远的如意算盘暂且不论，但重要的是，从昨天到今天，短短两天时间，第十兵团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变化极有可能影响到我南下大军的整个作战部署。照这么说，如果第十兵团驰援杭州， 双方开战打了起来，和平起义就没希望了。不仅如此啊，更为关键的是衡江大地。晋江现在已经进入了一年一度的大汛期，而衡州就是衡江大地的唯一要事。如果不赶在洪峰到来之前拿下衡州，我解放大军南下必将陷入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
师傅，我查到了，共产党专案组预约了莱恩斯镜片公司的首席光学师上门调试瞄准镜，时间是下午5点，地点是殷千素家。这是名片。山冷，你去准备下化妆品。好。还有，让干洗店把我的衣服烫平整一点。3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苏文杰。 开车，我们回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你要干什么？把伤口撕开。为什么？和尚的眼睛再不消炎就废了。动手。你是组里的第二枪手，而且任务没完成，你的手绝对不能受伤。 唐思远把救援衡州的作战会议拖延到晚上才开，主要是为了给我争取更多的时间。如果在会议之前，我还拿不到老帅的主和态度，那么以廖杰的军人脾气，主战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而一旦廖杰主战的话，那么所有储蓄的将领都会以他马首是瞻。唐思远就算是拦，也拦不住这场战火了。是啊。 那就别耗着了，殷先生，赶紧去找秦老吧。对啊。问题是，那位秦老先生根本不愿意见他。秦和年，尽管在国民党内长期与蒋介石不和，而屡遭排斥，早在十几年前就一怒之下辞职下野了。但他一直以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 而且，自他带兵之日起啊，就给楚军定了铁规矩，那就是打死不投降，也是让他接受并且促成他医术缔造的楚军起义，投向我党。这个弯儿恐怕不好转了。别说是整个楚军了，殷先生的父亲。 是秦鹤年当时组建楚军的老战友，殷先生本人也是他得意门生。自从殷先生加入我们新政府以后，秦鹤年就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甚至连电话都不接了。他是铁了心的视我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啊！哎呀，比这些更麻烦的是，楚军的战与和。 取决于廖杰，而秦鹤年与廖杰，早在3年前就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了。这两父子啊，都是少见的倔脾气。3年前，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就是因为廖杰坚决执行军令要去打内战，而老帅，则是坚决反对的一战。父子两个就此闹翻，从此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那既然这个秦老先生不接您的电话，又和廖杰断绝了父子关系，也拒绝接受我党，那第10兵团起义这个事儿找秦老先生不是死路一条吗？是啊，当初我是有这个顾虑的，但是庄廷凤，他不这么认为。这个庄廷凤是楚军创立之初只有28个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老帅铁杆中的铁杆，过去曾任第8军军长，因为反对内战，所以被蒋介石夺了实权。之前您说过，是庄廷凤帮唐思远跟您牵的线。这么说来，庄廷凤就是楚军中立足起义的代表了。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庄廷凤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倾向。要说他的原则。 那就只有一个原则，一切唯老帅之命是从。那他的意思呢？庄廷凤跟我说2句话，第1句，
三十年的父子情，打断骨头连着筋。第二句，老帅一生中最重的就是袍泽之情，所以他绝对不会置楚军生死于不顾。说得好啊！看来这个张廷凤还算是明白。可现在问题是，老帅不肯接我电话呀。 唐思远那儿又再拖不下去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可得去王，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好歹也是一市之长，能不能屈尊一下上门拜访？说不定老帅会给你几分面子呢。你太高看我了，也太小瞧那个老先生的倔脾气了。记得松江刚刚解放。 蒋介石是打算把所有能用的人都带到台湾去，秦鹤年的名字就排在第一位。那个时候，我们就打算通过地下党反复做他的争取工作，让他去北平。可是人家根本不理嘛。后来，不还是通过你暂时把他藏起来？可事后呢，人家根本不理秦了。只要你参加了新政府， 就跟你断绝任何关系。现在，再说说我这边，松江解放刚刚20天，光我自己亲自登门拜访，就去了3趟，而且还专门派人，每天一人，就守在他的家门口，希望能请动他的大驾去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会议。他可是政协极力邀请的，可结果呢，还不是吃了闭门羹。 你好，老帅。是文市长，他说是有关第十兵团和少帅的事儿。我秦鹤年家哪来什么少帅？你告诉他，以后你手捂着电话干什么？ 放开！老帅，你把手放开！你给我听着，我不认识什么姓廖的兔崽子啊！以后少跟我东拉西扯的攀什么亲戚，知道吗？秦老，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听我的电话，但是我这有个人想跟你说几句，行吗？你爱拌哪尊佛就拌哪尊佛去吧，我没工夫搭理你，就这样好吗？ 秦老先生，您好。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但是我想占用您1分钟的时间，给您背几句诗。诗？什么诗？我梦见一只 孤独的海鸥，被卷入无边的深海。狂风巨浪拍打着他的双翼，滚滚黑云遮蔽了他的双目。电闪雷鸣威慑着他的魂魄，洁白的海鸥啊，多么从容！他穿越深海，永不迷失方向。
因为灯塔的光就在彼岸。这是你写的，喜欢吗？送给你的。喜欢。可是我带不走，只能记在心里。没关系，我能帮你保存着，反正它早晚是你的。帅，你怎么不进去？我什么也没看见啊。我什么也没看见。哎，我，姑娘，你别走啊！怎么走了呢？老帅，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喂，哎，学的不错呀，哎，啊，哎，看你还羞得像个姑娘似的。什么时候谈上的？不太久。这些年我还以为你要做和尚了呢。你们是认真的？是。认真的就好。认真的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哎。哎。你下次再把他带来。这样子跑了，我还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呢。哎，因为灯塔的光就在彼岸。是我。知了出事以后，我一直在找你，到处打听，就是没有消息。当年的事情一言难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见面跟您解释。那你现在在哪儿？我派车去接你。不。我自己来。不用了，我正想去当面拜访您呢。不过在这之前，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向您说明。好，说吧，只管说。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不管你是什么党，我只在乎你是谁。那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道您能否答应？说吧。我想带另外两个人一起来拜访您。什么人？文市长和殷千素先生。钱老先生，我知道我这个请求非常的冒昧，但是他们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见您。这关系着您一手缔造的楚军全体将士的前途安危。庄廷凤将军曾跟殷先生说过，您最重袍泽之情，
绝不会置楚军弟兄的生死于不顾。我也相信，如果您还心念着知亮的故人之情，那么同样的，您也不会忘记前线即将深陷战火的八万楚军。秦老，记住，别人来不来我不在乎，我想见的只是你。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准时到的。瞄准，射击，射击，保护自己，集合，散开，散开，搜索，左右包抄，左右包抄，保护。这个是这是待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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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记住。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组长，副组长，苏教官教我们新招呢，行动手势。行动手势什么意思啊？是这样。他们以前会的手势都是打野战用的，动作太大，含义太明确，在城市反暗杀中容易被对手一眼就看出来。我给他们重新编了一套手势，而且和以前水母组用的完全不一样。对呀，这套手势啊，又好学又好记，只要五根手指轻轻动几下，旁边的人根本注意不到，咱自己的人呢一眼就明白，是管用。那这么管用，我们俩是不是得学学？应该吧。好办，组长、副组长，俺大武现在就教你们啊！来，跟我学啊！瞄准，发射，柯弟兄，根据我们的建议，唐思源已下令以抢时间为名，部队连夜行军到三十里铺再扎营，这样他最迟可以拖到晚上11点再召开九衡城的作战会议。我们跟秦鹤年约的是8点半，2个半小时，时间应该够。另外，唐思源也说没有泄密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防啊。我马上回到局里，安排人手，加强秦家的保卫。另外，我再把今天晚上去秦家的路线全面摸排一下，确保万无一失。2点钟方向发现可疑人员，准备就绪。10点钟方向再度发现可疑人员，我已准备就绪。副组长，错了，错了。怎么错了？动大拇指表示确认目标，
勾食指表示立即开枪，你大拇指冲自己，难不成向你开枪啊？忘了，习惯成自然。我们每个人都习惯拿大拇指代表自己，所以我们用大拇指代表目标去下达发射指令，这样是最不容易被察觉的。听见了吧，副组长，下回出任务的时候可千万别用大拇指冲自己了啊。那我要真指自己，你们还真打我啊？那可不，苏教官说了，指哪儿打哪儿，绝不犹豫。好，继续。曹队长，有通知下去，全体准备，十分钟后护送殷先生回家。是，准备吧。嗯。是。侯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三年前在秦江，秦和年只是略微给你打了半个照片，可能记不得你的样子了。嗯，有可能。灯塔那本诗集，曹必达让人带给我了，锁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这是钥匙。诗集是杨志亮留给你的。你自己保留。谢谢局长。是您叫的车吗？啊，是我。哎，上车。请到这个地址。先生，请坐好，咱们出发。喂，秦江。电话局内线报告，下午4点左右，共党给秦和年家去了一个很长很奇怪的电话。什么内容？秦和年没有理他们，后来又换了一个女共党。什么女共党？说什么了？没说名字，听声音很年轻，就给秦和年念了几句诗。诗？什么诗？那些没听懂，只记得大概是孤独的海鸥、大海、乌云、暴雨之类的。然后呢？奇怪的是，秦和年显然并不认识这个女人，但是等他念完诗以后，居然就知道她是谁了，而且还答应晚上8点半让这个女人带着师长和殷千素到秦家见面。哦，对了，秦和年和这个女人对话中还提到一个名字，叫什么质量的。秦和年好像因为这个名字挺看重这个女人的。讨完我搭档的债还不够，利滚利的滚到秦鹤年头上。师傅，搞定了。喂，
喂，秦江。我是段正鹏，共党专案组的设备刚刚离开了市政府，看他们去的方向应该是回了秦江，是否继续追踪？请指示。继续监视。好。对了，十分钟前师傅叮嘱过那个女共产党独自离开了市政府。等乔警跟过去了，据冷乔回报，目标去的方向是公安局。冷乔觉得，既然他没有跟应千素在一起，那么是不是可以放弃跟踪，回来跟我会合？目标就一个人。是。师傅，共党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时间不等人，你要尽快了。你马上过去，和冷乔会合。那专案组这边怎么办？不用管了，记住，那个女共党才是首要目标。可是，如果她真的进了公安局，我们也无法监视到她。她晚上还有事儿，不会待太长时间。等她出来，就哪儿也别让她去了。好，收到。关于医生的特殊使命，就先跟你汇报到这儿。今晚跟秦老约的是8点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保证文市长和殷先生能跟秦老先生安全见面。其实，你们只需要交代任务就可以了，没必要把这种前线战区的重大机密告诉我一个老百姓。这确实是不合常规，但却是目前保卫工作的需要。为此事，我请示过文市长。文市长的回答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要依靠专家，我们当然要让他知道他在为什么而战斗。谢谢。谢谢您的配合，委屈您了。里面请吧。不好意思啊，所有的外来人员只能在指定区域活动。你稍等。
雕刻着宝剑，战斗队友手道别昨天，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胆草汹涌的平淡，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相识不语，一生万语千言，答案背后的答案，试探被试探阶级斡旋，放下再拿起笔一支烟，结局总会峰回路转，灯塔照亮无尽的黑暗，呼唤声埋在我心中。